谢谢。其实有圆板凳哈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自行拿板凳来坐一下哈。好，十份的好礼，先抽我们左边哈，我们那个莺歌陶瓷园区哈，李国正理事长跟全体会员送的哦哈，那个是几份？那个是五份，0475，0475，475号，第二位0473。473号，欸，念到这里叫你奶奶，因为都差不多跟你在一起。0476，0476，476号，0322，0322，322号，0293，0293。293号，好，来，以上五位哈，是我们陶瓷园区赠送的。